希娜怀孕后还回快乐大本营吗？王国一姐的位置花落谁家？希娜怀孕的消息一出来，很多人祝福完之后都会关心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希娜还会回快乐大本营继续主持吗？很多演员在怀孕期间都会继续拍戏，那么希娜怀孕还会继续主持吗？希娜之前缺席快乐大本营是因为胎儿在前三个月都比较不稳定，因此要在家好好的休养一下，而且也是为了隐瞒自己怀孕的事情。但是现在张杰和谢娜已经公布了怀孕的消息，那么谢娜还会在家继续养胎吗？还是回到快乐大本营继续主持呢？不过小编个人觉得谢娜回归快乐大本营可能性不大，起码在谢娜怀孕期间就是没有可能了。那么既然谢娜不回归，芒果一姐的位置到底划到谁家了呢？其实这一点不难看出，芒果一姐的位置是非无心莫属了。现在沈梦辰等一众主持小花出现的频率并不多，不过吴昕在这几期没有谢娜的快乐大本营当中的表现却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在最新一期的快本当中，一向玩游戏很废材的吴昕成为了队长，还被节目组特地的设计成TT快尾博，就这样吴昕被莫名的去 hold 住了全场，承担了谢娜的角色，但他的表现却是这样的，玩游戏胜利了一脸懵逼，被推上队长的位置没有引领作用，说自己队是按颜值队划分的。吴昕在没想好选谁的情况下，面对三个嘉宾陈赫、包贝尔、大鹏，选谁其他两个都丑了，让现场的谐星都有些尴尬了。抢话筒猜歌游戏时，节目组突然放了快尾博的歌，吴昕一听很兴奋，不停地说这歌你们不知道吗？所以海涛很自然地提醒吴昕说接下来让欣姐主持，结果吴昕只是在一旁蹦的，然后重复的一个字抢抢抢，游戏场面还得靠海涛来主持。最后大家一起唱快乐的歌，何老师、杜海涛还有李维嘉都很热情的唱，观众也跟着打着节拍。之前情绪高涨到还脱的吴昕却在唱歌的时候转头和包贝尔说话，整期节目六个男嘉宾加上何炅、李维嘉、杜海涛九位男生一位女生，吴昕本可以成为节目的主导，却把一手好牌打了个稀烂。因此现在虽然说希娜走了，但吴昕的一姐之位仍然没有缩稳，只能看吴昕后续的表现。